刻那时间，谁挽手讲故事？每晚还会记起吗？掩起那体贴说话，鲁莽开口对骂，离家啦，莫名感叹，日月匆匆不会变慢，剩下炎转冷，熟悉感觉都退散，一转眼发现那印象都冲淡，过去片段散落像细沙，不害怕每次哭干眼泪的一双眼，只害怕记不起往事种种璀璨，记忆渣裂下都渣，有没有备份会记录快乐吗？记录每段回忆火花，记录每段回忆好吗？还会记起吗？那次课室里告白，背练好的对白，还会记起吗？那晚雨中撑着伞，沉默不声对望泪洒，突然一晚夜静思海飞船泛滥，突然惊叹地裂天崩感觉变淡，一转眼发现那印象都冲淡，过去片段散落像雪花，不害怕每次哭干眼泪的一双眼，只害怕记不起往事种种璀璨，记忆渣裂下都渣，有没有备份会记录眼泪吗？認知障礙症咧，呢個問題咧係慢慢我體會到嘅。最初咧我都係唔知道，唉，第日即係佢我都唔認得，我即係感覺好無奈。人生就係咁。咁即係佢咁嘅病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自己啦，佢鬧又好咩都好啦，自己辛苦到都佢都唔想噶嘛。好掛住㗎，而家內中都想見下嘅，啲老友嚟㗎。
好的朋友真的很難求的。千祈不要忘記個老公，不要忘記那些先生、那些仔女。你有咩擔心呢啲嘢？擔心唔記得你啊，掉鬼咗你啊！邊啊？我啊，掉你咩啊？掉咗你去啊！掉咗佢去喎。唔記得你啊，完傻啦！唔會唔會啲嘢，冇啲咁嘢。會唔會咧？唔會，唔會啊！佢問你啊？唔會啊，梗唔會啦、啊。